己時間多啲啦，得閒啲啦。另外咧就通常咧喺前段咧都會想唱一啲咧平時真係好少唱，但係有啲都係一啲金曲嘅歌曲。因為通常去到後段、中段或者後段嘅時間咧，都會唱啲有啲氣氛啊，或者大家都成日都想點唱嘅歌。咁我就所以提議就話，我不如早少少再出嚟，咁再唱一啲平時好少唱嘅歌啦。咁啊，例如頭先嘅親情啊咁樣咧，就比較少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咧就嚟緊呢一隻歌咧，都係一首好好耐之前嘅歌曲。咁係鄧麗君原唱，不過王菲有翻唱過呢首歌。呢首歌咧叫做《假如我是真的》，大家有冇聽過？有冇聽過？可能冇聽過，有啲人可能有聽過。咁我希望嚟到呢度咧，再送一次俾大家，平時好少唱。假如我是清流水